我就讲，我讲，你以为我们做 office 面这边坐住等他电话来啊？我讲，我老友，我讲麻烦了，我讲，因为他那个东西是他是用注册名字公司的。像我们里面这个 app 也是可以进我们户口，只是那个是没有注册名字公司。我们用他的 RHB 那个 app 里面的那个二维码，那个是没有注册公司，那个只是直接进户口罢了。他没有注册公司。多少钱了？嗯，36块，忘记了。OK 了，差不多了，也是差不多跟新加坡一样。你三个人测东西，你测面最多是3多块罢了嘛，比你测面测几多？你测面，你只要你测面或者是你测半啊，一点那种啊，都是3多块的，除非你测这样快的今天，除非你教菜吃饭罢了的，教菜吃饭60口，你教一人一盘那种啊，都是那3多块罢了的，他的鱼面是好吃啊，鱼面有一个味，一种油的味道很香，猪油渣啊。
才在那边这样子他妈的，随便过下日子。他老婆赚钱比一个月等于他高他工钱九倍啊，开玩笑。这种就命水好。没空关系啊。这种是命水好，会找到一个会做的。像我这种是无机的。进尾巴了啊，没有，我讲我今天再打给他喽。我过几天才转呢、啊，没不好意思嘛，那是在都这样紧张，没法做，他都会给你赶到了。有什么好赶？他们做一看就知道要怎样报了，是啦。那边也做了一个啊。是啦，我十五号起紧张，都要到了嘞。他们那里不忙，早没九点半。爷爷讲去吃早餐啊 ，OK。这次用到富啊。很早吗？你九点半。
装装电源的，那个课程上面那个就有。